眼中只有收视数字，心中只有赚钱，其他什么都不重要的男人。내가원하는건어줍잖은몇십프로대의마니아드라마가아니라 40% 의도움이되는드라마在被全世界遗弃跌落谷底后회장님께서지금방을비우라고하십니다他会如何说服曾被他玩弄过的助理作家，还有超高人气的痞子演员，帮助他东山再起，重回电视剧帝王的位置呢？왜나예요너보다싼작가가어디있어난네가필요하고金明明、郑丽媛、崔始源联手打造带您一窥电视圈的秘密，让他心有所属。爱达影剧台45频道，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电视剧帝王。